马氏洗髓健身法是先父马礼堂老师在70多年健身的实践中结合防病治病的需要总结出来的23个式子，从头到尾对全身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关节都进行了按摩。洗髓筋的特点，洗髓健身法的特点是经络走向、穴位按摩、肢体活动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，是动作活动于外，髓液活动于内，达到通利关节、活动筋骨、去病健身的效果。它的有些式子呢是局部的按摩，有些式子呢是循筋的按摩，简单易学，收效比较快，是大家所喜爱的一种健身方法。我们现在开始教授这种方法。按预备式站好，两脚分开与肩平行，头正向竖收额，就是说不要低头，不要仰脖，百会发窝中间的百会穴冲着天，百会朝天，颈部要放松，颈部放松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的经脉气血，很多的经脉，很多的血管和神经都要通过颈部上注于脑，如果我们颈部不放松，血管就会发生痉挛，就会影响脑的供血，所以我们要颈部放松收额。眼睛呢似睁非睁，似闭非闭，也就是说眼睛垂帘放松，不要这么紧闭，也不要睁眼。如果有人一闭眼就来回晃动的人，可以眼睛看着下边，眼睛下视，两唇轻合，这是代表我的上额，这是代表舌头，舌体轻抵上额，这时候就接通了任督二脉。耳朵外界的事情都不听了。再说我们的肩部，肩部不要端肩，要沉肩，也不要这样，要坠肘，松腕，特别是手指要放松，因为手指六条阴脉，六条筋脉的紧穴都在手指上，所以手指要放松，腕部要放松，做到两臂自然下垂，毫无用力，不要立正站着，这是立正，我们要两肩向前微扣，做到胸部稍有内涵，背部的肌肉放松，就是拔背，含胸拔背，这时候胸大肌、背阔肌放松了，我们呼吸才能非常顺当，非常平稳。腰胯要放松，腰放松就像我们要坐凳子的时候，哎，这样坐下来，这就是松腰，腰部放松，胯部肌肉和胯关节要放松，往下沉。两膝似屈非屈，似直非直，不要绷直，也不要过度弯曲，自然膝关节自然放松。两脚着地，脚趾放松，因此要求我们练习洗髓保健法的时候，不要穿高跟鞋和带跟的鞋，像我似的穿这种比较宽松的鞋，脚呢放平，全脚掌着地，穿的衣服呢要宽松舒展，你看我穿的这衣服非常宽松，但也不一定非得穿这样的服装，但是不能穿那个西装，这个抬手的时候呢受到障碍，穿比较宽松的像运动服都可以。
站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们要排除一切杂念。刚才我讲的是形体上松，就是这样，按我的要求这样转，你就做到筋肌骨分都放松了，使气血的运行的时候啊，障碍比较小。因为气呢是受中枢神经的支配，所以我们做的时候呢还要思想放松。思想放松呢，就是说我们要排除一切杂念，心里呢要做到恬淡虚无。黄帝内经上说，恬淡虚无，真气从之，精神内守，病安何来。所以我们要从内心里非常愉快，心平气和。我们练这个健身的方法的时候，就会收到明显的效果。七情嘛，喜怒忧思悲恐惊，过激的情志活动可以使人脏腑功能紊乱，使经络堵塞，产生气滞血瘀。所以《黄帝内经》上明确地指出，正气内存，邪不可干，邪之所奏，其气必虚。邪气就是病气，之所以能侵入到人身体内部，主要由于你身体的正气不足，真气不足。什么叫真气呢？就是循行在经脉之中的气，它是由先天之气和后天之气的总和，我们叫做正气，也叫做真气。正像孟子所说的，养我浩然正气，使正气长存，永保中和之气，人的身体就健康。所以我们要做到形体上放松，思想上放松，站在这儿时刻不忘一个字，就是松松松，提醒自己要放松。站到我手有感觉的时候，或身体有热的时候，当你放松的时候，人的微循环系统就增强。这时候呢，在人身体的表面有一种什么现象发生呢？就手指有发麻发胀的感觉，或者皮毛有热的感觉，或者体液增多。最明显的我们能感觉到的就是唾液增多，还有眼睛润泽。唾液对人身体很重要，它不但助消化，而且唾液呢还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功能，有一种杀菌的作用。泪液的增多，眼睛润泽，泪液呢它不但能够使我们眼睛湿润，而且可以供给眼睛营养，防止它有一个杀菌的作用，防止细菌侵入眼部。这个站的时间呢是由自己的感受而定，一般来说人需要站上一分钟左右，这就是预备式。预备式要贯穿整个功这个健身法的始终。在一共有23个式子，每一个式子我们要做6遍，中间做一个调息。调息我们是采用自然呼吸。什么叫自然呼吸呢？我们就是舌体上额，不用管它呼吸，只是体会全身放松的时候的舒适感觉就可以。调息的时候，我们手从体侧慢慢的抬起，沉肩坠肘，松腕，腕与肩同高，注意沉肩，肘腕指要放松。阴阳转化，翻掌，转臂翻掌，手心向上，坠肘不要抬肘，要坠肘，你一抬肘就抬肩了。因为我们在做功的时候要保持预备式的姿势，所以要坠肘，手心相对画弧，画到鼻子和眉毛之间的时候，手经过胸部、腹部，自然垂于体侧。
这个调息可以使人身体阴阳平衡，调整人的血压，调整人的眼压，有很大的帮助。手慢慢的抬起，注意沉肩坠肘，含胸拔背，以肘为轴，转臂翻掌，坠肘画弧，再转变成手心向下如按球之状，徐徐下落，自然垂于体侧。这就不叫按球之状，指关节不放松，指关节放松才能做到按球之状。我们现在做第一个动作，百会运转。百会穴怎么找呢？耳尖，这是耳尖，耳尖的连线和鼻尖连线的中点交线交界处，大家可以摸这儿一个坑，这个坑就是百会穴。百会穴它位于人体最高处，五条经脉都要交汇在这儿，阳经的最高处。这个穴位可以治疗眼病、耳病，增加人的记忆力，还可以治疗人神志系统的疾病，以及神经衰弱、失眠等等。劳宫穴，我们握拳，中指指尖所指的这个穴位，这个位置就是劳宫穴。劳宫穴放于百会穴上，男，右手，左手在下；女，右手在下，和劳宫穴对着的外边这个筋外奇穴叫外劳宫穴，内外劳宫穴相对，放于头顶百会穴上。我们做的时候不要这么架肘，肘部要向前，保持沉肩。咱们由右向前向左再向后再回到右，这叫逆时针旋转。逆时针转动四次，顺时针转动四次。转动的时候我们头要往上顶，不要低头，意念在小腹，千万不要在头顶。我们这个呼吸，洗髓经的呼吸是顺腹式呼吸，鼻吸鼻呼，吸气的时候舌体贴在上额上，小腹自然鼓起，呼气的时候略收腹，吐出脏腑之浊气，吐故纳新，使新陈代谢旺盛。我们是采用鼻吸鼻呼，先吸后呼，先补后泻。劳宫穴放在百会穴上，吸气，这时候我们体会小腹呼吸的感觉，由右向左向前向左推动头皮运转，再由左向后向右这样转一圈，逆时针转，这样做四次，再由左向前向右向后顺时针转四次，转一圈是一吸一呼，吸呼。你们做的时候不要说吸呼，我是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地方是吸，什么地方是呼，鼻吸鼻呼，两唇清和。二，三，四，同样的动作，顺时针再转四次，由左向前，向右，向后，再回左，转动四次以后，
我们下按三次，往下压的时候，舌底上颚小腹吸气吗？小腹自然鼓起，小腹要放松，你要是全身放松，气才能沉郁丹田。呼气的时候略收腹，鼻呼，舌头不要贴在上颚上了。下按三次，下按的时候体会脚的感觉，抬手的时候要放松。这一节叫百会运转，做完了我们做调息，刚才讲的调息这个动作。第二节我们做熊按鼻梁，就是鼻子的两节动作。我们首先要按摩头顶，有一个穴位叫通天穴。通天穴顾名思义，它和天相通，它叫通天穴。外气呢由这儿进入到身体，侵入肺，所以这个穴位叫通天穴。这个穴位呢又联系到肺，所以我们按摩这个穴位可以增加我们肺部的抗病能力。虽然这个穴位在膀胱经上，但是跟鼻子有密切的关系。针灸大成上说，通天穴和迎香穴治我们无闻之苦。通天穴在什么位置上呢？这个是表示四寸，你看我们的中指正好是四寸，我们把中指这个两个手指并拢，放在发际处，人的这个发际处，中指下按的这个穴位正好是通天穴。通天穴是在人正中旁开一寸半，这是四寸，这就是一寸半，这是这点，这个这是三寸，这两个手指就是一寸半。所以我们上来的时候要两个手指合拢，指根骨放在发际上，中指指的就是通天穴，揉按三次，一二三，手中指循鼻翼两侧按摩下行，经过迎香穴，鼻孔旁迎香穴，嘴角地仓，经过颈部到缺盆，在这时候手心向内，手指相对向下按摩。按摩到上腹部的时候继续往下按摩，到小腹部的时候我们虎口相对，食指和食指相接，拇指和拇指相接，下按三次，一二三。这时候我们这么按摩的时候呢，上边我们按摩了下脘，下脘是治胃经治胃病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，下边我们按摩的是气海和关元。劳宫穴呢正好按摩到天枢穴上，天枢穴是大肠经的募穴，就是使大肠经的蠕动增强，防止便秘，而且对阑尾炎的治疗有一定的作用。随着呼吸之势吸气，一二三，呼气，吸有意，呼无意，呼不了了就自然呼吸，这是自然呼吸。一二三，吸，呼，一二
三，他呼吸的方法是吸有意呼无意，吸完了人体自然要呼气，呼不了了就自然呼吸，千万不要有憋气感。这个动作也是要做8次，然后做调息。下面还有一个就是治鼻子的一个，治鼻炎呀、鼻尖颊肥大呀、鼻窦炎呀，一个动作就是油按银香，也是治慢性阑尾，缓解慢性阑尾炎的一个动作。我们用食指放置在鼻唇沟处，我们就按了上银香和银香穴。上银香是筋外奇穴，银香穴是大肠经的中点穴。食指这点是少商，是大肠经的起点穴。吸气的时候把鼻孔撑开，呼气的时候把鼻孔压服，压住鼻孔，你必须张嘴。所以这节的呼吸方法是鼻吸口呼，你不张嘴把鼻孔堵上了，你自然有憋气感。做8次，吸，按摩银香穴，不但能够治鼻子的疾病，治阑尾炎也是治眼病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。因为从银香穴有一根支脉直接通向眼睛，对于防止近视眼是有好处的。它呢，按摩这个可以增加巩膜的韧性和弹性，巩膜的韧性和弹性增强了以后，就可以使眼轴呢不容易变长，防止进行性的近视眼的发生。这两节呢都是治鼻子的疾病，两节配合起来可以我们经常习练。如果有感冒的人，鼻子不通气的人，你做完这两节以后立刻鼻子就会通气了。鼻呢，肺开窍于鼻，肺气和则能闻五味矣。肺是鼻子的，鼻子是肺的门户。有外感风寒，首先反映在鼻子上，如果我们这个门户把紧了，病菌就不容易侵入体内，所以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和抗病能力。下边就是眼睛的两节。眼睛的两节呢，在眼周围有很多穴位，我们做眼睛的揉按和按摩，可以调整五脏六腑阴阳平衡。因为眼睛周围有15条经脉，我们这个按摩对称按摩了20多个穴位，不但可以使眼部的改善眼部的供血情况，还可以对脏腑进行调理。我们手搁在下眼眶上，无名指搁在剑阳筋外奇穴上，食指搁在承泣穴上，承泣是眼睛直下，在下眼眶正中上缘的眼眶的上缘内。这个食指搁在球后是治疗眼睛的要穴，是筋外奇穴。这时候我们是用掌根骨，刚才我为了明显我用手点，实际我们是用掌根骨放在下眼眶上，那么我们按摩的穴位更多了。剑阳、承泣、
建阳医球后按摩到鱼尾，鱼尾是筋外奇穴，在腕眼角内侧，稍靠后一点是童子髎，是胆经的一个药，胆经的起点穴。再上上司竹空，这儿有一个筋外奇穴筋明一，鱼腰在眉毛正中间。筋明二，散竹。我们按摩这么多个穴位，我们用掌根骨按摩下眼眶，指根骨按摩上眼眶，上边还有，底下是阳白，上头是四白，你看啊，按摩，然后把手绷直了，指根骨这么按下去，从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到小指，再全手按摩下眼眶，从鼻侧到眼睛，再按摩上眼眶，这样按摩八次。如果这是对于眼有虚症的病人，如果眼有实症，比如说爆发火眼，眼睛红肿胀痛，我们就反方向按摩，这个方向为补，反方向为泻，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要领。这个做八次，然后做调息一次，再我们就要揉按童子髎和太阳穴，食指放在鱼尾穴上，筋外奇穴，中指放在童子髎上，食指放在太阳。太阳穴呢，童子髎就是在外这个眼眶稍靠后，鱼尾呢是在眼眶的内侧，是筋外奇穴。太阳穴呢也是筋外奇穴，它是眉梢与外眼眦的交界处，这儿一个凹陷中，这个穴位就叫做太阳穴。太阳穴呢是治眼病很重要的穴位，是筋外奇穴。童子髎呢是胆经的起点穴，手三阳和阳微阴微的穴都交汇在这儿，所以这个穴呢也是一个交汇穴，是治疗眼病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。向耳朵这边叫后，鼻子这边我们叫前，先向后向上按摩的时候，我们是吸气，向下向内按摩的时候，我们是呼气，这样转。这是对于虚症的眼睛我们这样做。什么叫视力下降不疼不痒？我们称为虚症，视力下降，视野缺损，不疼不痒。如果我们眼睛胀痛刺痛，视力下降，我们叫实症的眼睛，那我们就反方向按摩。大部分眼睛慢性的眼病都属于虚症，像近视眼呀、远视眼呀、老花呀、黄斑变性呀、这个玻璃体混浊呀、白内障啊，这都是属于虚症的。实症的病人，像眼底的病，像视神经炎、中心视网膜炎突然引起的出血、青光眼、急性闭角型青光眼、眼外科的疾病，像爆发火眼、咱们长针眼、麦粒肿，这都属于眼实症的病人，我们就向反方向按摩泻火。像这样的按摩是补，这样的按摩是泻。好，我先做一遍，这是吸气，吸，呼，一
吸一呼，转一圈，吸呼，吸呼，好，这是眼睛的两节动作，一个是揉按眼部，一个是揉按童子髎和太阳穴，其目的是改善眼周围的血液循环，使我们视力逐渐恢复。下边是耳朵的三节运动，我们平常在做体育锻炼的时候很少耳膜运动，在老年的人当中，耳聋耳鸣、神经性耳聋脑鸣的人很多，这三节的习练可以防止耳聋耳鸣。我们把食指放在耳孔内，虎口张开，中指放在胆经的悬离和悬颅中间这个位置，拇指放在大迎穴上，一鼓嘴，面动脉跳动出，拇指按的这个穴位是胃经的一个穴位，它可以对火牙、牙疼、火牙的治疗效果很好，降胃火，胃火大也会引起耳聋。中指呢放在悬离和悬颅之间，悬离和悬颅是胆经的穴位，我们按摩在这儿可以防止头晕、耳聋、耳鸣，头晕目眩、脑鸣、耳鸣。食指插入耳孔内，吸气的时候这是耳孔，用力上提把耳孔撑开，呼气的时候稍用力下巴，一吸一呼。我们这个运动，这相当于耳孔啊，我们这个的运动可以牵动耳膜在活动，耳膜的活动可以增加耳膜的生理听觉的这个生理功能，这个运动非常好。为了便于大家看见，我把我这么侧站到这儿，吸呼，当我用力下巴的时候，耳朵里有热气呼呼呼出来，一吸一呼是一次。吸，吸气的时候呢，这个中指呢稍用力，吸，呼气的时候呢，拇指稍用力，胃火下降，这个胆经呢，就是胆呢和肝相表里，这个肝胆相表里嘛，这是泄肝风。灭肝风的，肝火和胃火下降，人身体呢就容易阴阳平衡，对于耳朵呢起一个保健作用。吸呼，吸呼，你看我上去的时候，我中指用稍用力吸呼，呼气的时候拇指按在面这儿稍用力，这叫撑耳孔。再有第二个耳朵的运动，就叫揉按听弓。实际我们把食指放在耳屏前，这样食指放在这儿，实际我们按摩了三个穴位，一个穴位是三焦经的耳门，小肠经的听会，胆经的小肠经的听弓，胆经的听会，这三个穴位都是治耳朵的要穴。在人体中有七条经脉通向耳朵，我们这个的活动不仅是对耳朵的一个活动，而且调动七条经脉。这个活动呢
不仅是治耳鸣，而且治脑鸣。三焦经啊，治美尼尔综合症效果很好。听会呢是胆经的穴位，它是降肝风、息肝火，对于中风不语的病人、血栓的病人很好，还有就对于耳聋耳鸣的效果很好。双手放在食指放在这个耳屏前，吸气的时候把耳孔撑开，里头的耳膜呢也在运动，撑开。呼气的时候就是向外向上，鼻子这边叫外，这个颈部叫内啊，向外向上，头顶叫上。向里向下的时候要把耳孔压服，向里向下，这时候耳朵里就嗡嗡的声音。这个我们表面，这是表面的活动，实际耳膜的运动呢幅度很大。我们再看我做一遍啊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这个动作也做八次，然后调息一次。耳朵还有一节动作叫击天鼓，我们是击风府哑门穴。风府哑门穴是在发际上一寸，发际啊上一寸这个位置，风府穴上头是哑门。风府哑门穴呢是在督脉上，这两个穴位呢治疗耳鸣非常好。药王孙思邈在他的著作中写道，耳翳常弹，要抗衰老呢耳翳常弹。我们把耳翳呢压服，这时候把耳朵耳翳压服，这一压服呢我们就听不见声音了。耳翳压服这个食指和中指相对，耳翳压服，肘啊不要这样，要这样往前坠肘，坠肘的时候你上体才能放松。这节呢不用配合呼吸，击打36次，这时候就好像咚咚咚敲鼓时，因为耳朵很响。这个的按摩对耳鸣、耳聋、脑鸣的治疗效果非常好，而且还可以治口吃，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结巴，还可以治老年人中风不语，对眼近视眼的治疗也有很独特的效果。耳翳压服，击打36次，这三节呢是治疗耳朵的三节，就是防止耳聋、耳鸣、脑鸣。你看我们这个洗髓筋经、洗髓筋健身法吧，鼻子很容易记，鼻子有两节动作，对肺有好处。眼睛有两节动作，对肝很有好处，肝开窍于目嘛，目为心室，肾主同神。耳朵，肾开窍于耳，对耳朵的治疗。每一个五官呢都相应对一个五脏，肺开窍于鼻，肾开窍于耳，肝开窍于眼开窍于目。这三节我们五官呢做了这三节了，它对每一个器官都进行了洗刷。我们早晨起来了以后我们要梳头洗脸，所以这一节呢我们做的就是干洗脸。干洗脸呢它是循胃经的路线下行，
这一节呢有美容的作用。胃经呢是一个多气多血的一条经脉，它分布在脸上，心气呢也向于面。我们中医望诊的时候首先看你脸上的气色，所以呢脸上的气色主要是看胃气。我们手呢抬起来放在头围穴上，头围穴就在我们这个额角的上，额角发际处上5分的地方叫头围穴，它是治疗白内障一个很重要的穴位。我们手呢吸气，随吸气之时按在头围穴上。头围穴呢我们很容易找，我们中指放在百会穴上，指在百会穴上，两个手呢搁在人的额角处，正好放在头围穴上。劳宫穴对头围穴按3次，1、2、3，按完3次以后，手随胃经的路线下行，经过承气400巨髎地仓大营，沿着脖子下来，再走缺盆，再迎着人的这个乳中下来，再夹这个人脉两侧旁开2寸往下走，气呢就沿着腿的外侧下行，经过足面到第2脚趾。所以这一节呢就是提高脾胃的功能，使胃气下降。在人体中需要脾气上升，胃气下降，阴阳才能协调。脾胃是人在人的在中焦部分，是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。这是吸气，1、2、3，呼气，拂面而下。想气到第2脚趾，如此动作我们做8次，调息1次。肝梳头，小指揉按睛明穴，1、2、3，手如梳头之状下行到肩部。劳宫穴经过乳中，然后到日月穴。日月穴呢是胆经的募穴，是治肝病胆病治眼病很重要的穴位。再向下按摩，经过环跳，手自然垂于体侧，意念想气到第4、第5脚趾，这是双阳下降。随吸气之势，1、2、3，这是5脉交汇穴，手如梳头之状下行这个过程是呼气。我们这个梳头可以治使脑部气血充盈，对脑供血不足、脑鸣、头晕目眩、高血压症、眼压增高的这个患者呢有很明显的效果。下边一节是叩齿，两唇清和，牙齿对上相扣，咯咯有声。扣的时候呢我们面部的肌肉也要一起跟着动起来，这个呢起一个美容的作用，使面部的肌肉呢在活动，而且呢使面部肌肉呢增强以后，对于近视眼的防治有很大的帮助。在日本他们就让那个为了防止近视眼，让孩子们吃硬壳的东西，主要是增加眼外肌的肌力。我们这个叩齿呢就能达到这个目的。叩齿的时候呢我们津液很多，分3次咽下，这个就叫津津
浴液，这个对人身体呢，这个唾液增多的这个唾液对消化和提高人免疫功能有很大的帮助。美国有一篇报道，吞咽唾液可以预防艾滋病，所以呢我们做这个呢实际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免疫功能。叩36次，自然呼吸。你看我这个面目啊，这个动得很大，不要这样叩，这个没有起到这个面目的肌肉活动的作用。一下一下，但是叩的时候呢力量不要太大，力量太大呢那牙齿有疼痛的感觉。这个叩齿呢还可以啊使这个松动的牙齿呢变得牢固，还可以增加肾的功能，因为肾主骨，齿为骨之余。我再叩一次，大家看一下我的面目。36次以后，唾液呢满口腔都是，分3次咽下吞下，吞下去就行了。做完了以后，每一节做完了都要做调息，调息是自然呼吸。再下一节就是赤龙搅海，就是舌头的运转，先是逆时针方向转动，把牙齿伸在舌头外头转动，再顺时针方向转动。逆时针转动4圈，顺时针转动4圈，也是采用自然呼吸。这个赤龙搅海这一节呢，可以调动全身脏腑的气血，因为我们的舌头呢跟人的五脏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的舌尖，舌头尖呀，就是代表我们的肺和心，舌头两旁呢是代表肝和胆，舌体是代表人的脾，舌根是代表人的肾。我们从这个舌头，你们看中医的时候一伸出舌头舌诊一看，如果这个舌头两头有锯齿形，那你肯定是肝胆有问题。舌尖很红，肺和心有实火，舌体很厚，脾胃功能有问题。舌根呢，如果你转动不利舌头，那你就肾气呢就亏损，而且伸出来舌头的颜色不一样，也反映脏腑不同的疾病。舌头有伸出来，有时候是红的、紫的、绿的、淡白的，有5种颜色，反映人的不同的疾病。所以我们通过这个舌头的运转，可以使我们提高我们脏腑的功能。另外呢还告诉大家一个常识，我们伸出舌头的时候，如果舌头是歪的，那舌头伸出来应该是正直的，如果向一边倾斜，那就是中风预兆，马上他就要中风了，赶快上医院去输液，不然就会产生脑血管出血的这症状就会出现。刚才我们把5官都给做了，也洗脸也梳头了，下边我们就做脖子的3节。第一节脖子的3节，第一个动作是揉按风池。风池穴是在颈椎两侧颅骨的底下的洼陷处。揉按风池穴呢是先向外，耳朵这边叫外，颈椎这儿呢叫里，先向外向上，是吸
向里向下是呼，这样转八次，转动的时候我们注意不要抬肘，要坠肘，肘尖向前，才能保持含胸拔背。转动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转动的时候才能做到放松。风池穴就是风寒聚集的地方，所以叫风池，外感风寒都从这儿进入到这个身体里边，所以揉按风池穴可以预防感冒，使发烧啊，你要有体温增高的时候按风池穴很快的就降下来。另外呢，风池穴还可以治中风不语，揉按风池穴是治眼病、耳聋、耳鸣很重要的穴位，也是颈椎病很重要的一个穴位。做完八次以后也是做一次调息，一吸一呼转一圈。再一节叫拿玉枕，拿玉枕就是把掌根骨，这叫掌根骨，放在颈椎的一侧，指根骨放在另外一侧，手掌心，手掌的心对准颈椎，吸气的时候稍用力往上提，呼气的时候用手心往下压。注意做这一节不要低头，头要正，颈部要放松。这是吸呼，吸呼，这个手捏四次，这个手捏四次。如果我们有颈椎的病的人，一天呢累计需要拿玉枕64次，这个可以说对颈椎病的治疗有奇效，只要我们坚持做一个月，你这个颈椎病啊就这个脖子活动就会自如了。这个运动非常好。颈椎呢，我们所说的玉枕不是玉枕穴，玉枕穴在这个位置，不是玉枕穴，是指大椎第七颈椎，我们一弯一低头找一个高的，这就是第七颈椎到天府，这个位置叫玉枕。说气难过玉枕关，就是为什么说气难过玉枕关呢？因为人在工作的时候经常是低头，比如说搞文字工作的、搞电脑学生经常是低头伏案，时间过久就会使肌肉产生这个痉挛，血管的供血发生问题。这个颈椎病呢不仅仅是颈部疼痛，它最重要的影响脑的供血，造成脑供血不足，记忆力减退，思维减退。另外颈椎病严重的可以头晕目眩，手部发麻，因为人的中枢神经啊都要通过这儿。另外呢，严重的颈椎病呢可以造成进行性的近视眼、退行性黄斑变性。进行性的近视眼它的预后效果很差，会产生很多合并性病症。退行性黄斑病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办法治，主要是脑眼睛供血不足，眼睛供血不足的原因跟脑供血不足有密切的联系。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有没有颈椎病的人，伏案时间过久的人，一个小时我建议大家做一做拿玉枕。拿玉枕的时候不要这样架起来，肘部向前才能保持含胸拔背。拿完了以后就觉得非常放松。
还有一节脖子的活动，就是颈部活动。眼睛向右看，低头向下看，向左看，向上看，逆时针转动四圈，再顺时针转动四圈。我们转动的时候一定要把眼睛睁开，眼球随着颈部的转动而转动，转动的时候脖子要放松。这个呢，一个是对眼睛有好处，特别是纠正斜视的孩子，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面神经麻痹所引起的复视，另外对于颈椎病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。现在我们头上的所有动作都做完了，一共是15节，把头上的每一个器官我们都给洗刷了。我现在给大家复习一下，百会一节，鼻子有2节，循按鼻梁，揉按迎香；眼睛有2节，揉按眼眶，揉按童子髎和太阳穴；耳朵有3节，一个是撑耳孔，揉按听宫、鸡天骨。然后我们就要干洗脸、干梳头，洗脸梳头。然后我们就要漱口，有2节，一个是叩齿，一个是赤龙脚海。颈部的动作有3节，揉按风池，拿玉枕，颈部活动。如果我们按这个有规律的记下来，其实不难。